面，有网友上传一段神装箱的影片，这位大姐只花了10秒钟就把一箱伴手礼给封好了，速度之快。那么而且呢，粘到最后一袋胶带的这个表情是非常霸气。手不要来了，咬你哦。就是这个抬高下巴的霸气表情和超流利动作，这位大姐十秒贴胶带功夫让人看得目瞪口呆。影片一抛上网，笑到一片网友，还有人封她装箱强姐。本尊现身，胶带先绕纸箱两圈，底部再补强三段，快很准，最后再来一个招牌表情。他是黄淑玲伴手礼店店长，9年工作资历，一天至少要封200箱起跳，练就这一双神一样快手，从把名产放到箱内，再用胶带封箱，15秒搞定。就是被客人逼的，因为客人要忙着离开，然后我们不能耽误啊。这东西的点在这里有没有？点在这里，然后往旁边顺，这样就好了。对对对。就是肩膀，还有这个这边。真的没有按下快转键，黄淑玲几秒钟封好一箱，速度到底有多快？实力来场 PK。左边男店员是黄淑玲一手调教的徒弟，拿相同纸箱比一比，黄淑玲15秒，徒弟店员慢半拍18秒完成，加上最后这个霸气表情，黄淑玲完胜。发力了，而且搞得特别好，你看多么贴心呀！高超的技术，然后这里就不会排队排很多人。有一点自己觉得很夸张，靠经典表情和让人看傻眼的神包装功力，变成店里的火招牌。